你天灯大家好是吗？你天开拉萨南达，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圣尊尼西亚南达帕尔玛希瓦上师。在明天呢，12月14号，我们将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显，就是毗湿奴的他的宇宙身的答显。这个呢，我在昨天的视频当中呢，也给大家做了介绍。这个背景呢，发生在毗湿奴的第八次转世化身龟师那呢，他在战场上要启发自己的徒弟，阿朱纳呢，去有更强的求道的这个心情，他呢就把自己的宇宙身呢显化给自己的信徒，也是自己的伙伴阿朱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龟师那也讲到说，你呢用肉眼是看不到我的宇宙身的，所以呢我要把你的三眼打开，用三眼可以看到。所以呢，同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点化呢，也会在12月14号，明天呢。发生，所以呢，所有的要参加这个答显的信众呢，大家就有福气了，因为明天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吉祥的三眼的点化的项目，所有的对这个三眼显化呢有兴趣，或者是想要打开自己三眼呢，去强烈的显化这个超意识的大门的能力的，所有的同修呢，大家不要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积极地参与到尼西亚南达大师的教学当中，去了解更多有关灵性开悟，包括三眼超能力显化的更多的科学。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马开拉萨的微信是14595087，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地报名参加我们明天的吉祥的答显以及三眼的点化。感谢大家，弥天伦灯。